那刚刚科长提到之外，我还是说明，就是他刚有说到，我们还是会向中央地调所再去做最后的确认。以上，我只能代替大地工程处做这样简单的说明啊。那请两位发言之前，抱歉，我刚有个失礼的地方。没关系。张议员亲自到关心他，我忘记介绍他，不好意思。没有关系。张曼兰议员来。我们先请两位先发言。请先请两位发言。他们先发言。两位先发言。这样，好，两位先发言，我再来哈。那这位先不好意思哈，不好意思。喂，那个议员，还有那个市府代表，各位你们大家好哈。现在我们来这边，大家有赞成的声音跟反对的声音哈。所以不要为了反对而反对哦。我们这边中坡里哈，我们中坡里哈，我们是这边的代表，我们都有联署，每一户的家里电话跟住址，好，每户一个代表，我们联署400多户，我们都是赞成的哈。我们第一个赞成是我们本来是赞成那个游览车停在地下停车场，还有那商业区开发的哈。那你要了解哦，我们中坡里整个大道路跟整个福德街全部都是我们中坡里的。那中坡里是我们中坡里都是联署的，所以我们意思是说，你们不要开发没有关系，你们把跟刁北北讲的，你们把我们高楼大厦全部盖到我们中坡里。盖到大道路啊，跟福德街都没关系，因为我们都有联署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们也要了解，我们有赞成的声音，你不要因为了反对而反对。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我们他这个社福就是我们的分南北基地啊，就是你们捷运也是要注意到，我们捷运也是要到我们的那个北基地去哈、哦。也谢谢哈、哦，谢谢那个捷运那个代表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那接下来那个黄先生。